返回大马卫星专辑《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》展开宣传的戴佩妮，在8月29号举办的签唱会上，除了演唱新歌《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》《两难》《一念之间》外，还带来了一首组曲。Penny 表示，她是一个单纯爱创作的女生，能够继续创作的动力来自台下歌迷的支持。她还调皮地对台下歌迷表示，知道歌迷们不会离开她，因此就算往后不出现在荧幕前，也会继续创作。此外，戴佩妮也不忘向歌迷宣布将在明年初举办演唱会的好消息，但地点、时间和场地目前还未确定。在签唱会现场，戴佩妮表现得活泼好动，表情多多。她直言，私底下的她就是如此多表情和动作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样的她。